大家好，我叫周祖安，我的专长是唱歌、跳舞还有编舞，我的兴趣是穿搭。我一个礼拜可以搭七种不同的衣服。然后我的名字非常好记，就是周家祖先保平安，合起来念就是周祖安。一开始不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高冷、不爱说话的人，但认识我之后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很爱跟你开玩笑的大男孩。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真正登上大舞台表演，所以我想要跳脱舒适圈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我想担任舞蹈担当，舞蹈是我一直以来的强项。